按击新建按钮，选择零件，输入七至一。不使用缺省模板，单击确定。选择米制，单击确定。系统颜色设置，选择白底黑色，单击确定。单击拉伸按钮，单击彩绘，单击确定，单击反向，输入60，单击确定，单击基准轴，选择锥面、柱面，单击确定。单击彩绘，单击使用先签的，修改尺寸，单击确定，单击曲线按钮，选择中方程，单击完成，单击基准点，选择笛卡尔坐标，单击保存，退出文件，单击确定。单击基准点，选择渐开线方程，和分组员，单击确定。单击基准面，选择基准点和地贴，和圆柱面，创建地贴 M1，单击确定。单击基准轴，输入-3，单击确定。选择渐开线，单击镜像，选择 DTM2 作为参照，单击确定。单击拉伸按钮，放置定义，选择使用先签的，
单击确定。选择反向通孔，单击去除，单击确定。选择拉伸二，单击阵列。选择轴，输入30，12度，单击确定。单击层按钮，新建层，取名为层一。选择间开线，镜像间开线，草绘线，单击确定。隐藏层，单击拉伸按钮，单击草绘，单击确定，单击反向选择通孔，单击去除，单击确定。保存文件。